因为它又可以打背，然后暴气哦。可是刚剩一颗而已，不是吗？哦，可以连吗？哦，暴气用大连环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就好，我回家练一下。好，一听一听说不用不用试遥感让他，对，什么一听怎么突然间就把他弹到没血，到底为什么呢？谈笑之间，一听要生事了。一听帮你报仇了，开心吗？我如果赢了，下一场应该也是遇到你的问题啊。C 卡会用鞭子吗？不会，没有练。哦，没有练。对。不太好用的角色，对，不太好操控。hold 一下，可以 hold 一下。完蛋了，爆炸了！什么？为什么一听发气用别人都会中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要破，要破，爆炸！太凹了啦，一 T 太凹了，一 T 有选三个问号吗？一 T 有选三个问号吗？没有啊，竟然没有选问号。来，现在一 T 已经清到对手第三只了，水有圈，糟了，猜错了，一 T 反应比较慢，没有跳起来。这也太快了吧！怎么了？遇到 ET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ET 实在太龟了。哦，出现难得一见的角色美丽。他选错了，选错了，选错了。美丽就要大送灯了。选错角色，选错一 T 趁机按了一个挑衅，这样才会没朋友。哦，一 T 选这个百合三骑将军，问号小这三只骑士还不错哎。百合好像还蛮少看到有人用。哦，可是这一代的主刀处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，就是不错赛啊。嗯、对他多那刀主刀处。真的是有强化到，而且中的还有无敌，对，有无敌，这蛮无敌的。对，哎，刚刚那个兔舌头竟然没反到，哦，叫杨夏确认，插刀没水准，没朋友，因为那个插刀是硬直完，就完全没有硬直，而且那个不能挡，他只要一后滚就会被附带那个爆弹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用法，爆弹脱水，其实以前02就有人在用这个，哦，跑过去，有浪有浪，稍微摔到一下。没有打背，没有起攻，摸一下防御值。哦，为什么 ET 的蛇矢感觉很好中 ？ET 真的完全发挥了三骑应该有的牵制能力，就是远轻脚跟远轻手，就像那个摸扎一样，传说中的摸扎。心力，心力 ，ET 受不了 ，ET 滚了。一 T 的压力。好，我们的问号第一只三骑被歼灭了，接下来是草 K 对将军。将军这代其实还不错玩，因为有受到系统受惠。对啊，爆气的时候可以不用机器就使出机器的招式。对。讲到将军，应该要看一下。哦，可惜，那被插入了。想到将军应该要提到一个在场一个专玩怒队的玩家，我觉得那个玩怒队的玩家真的非常的强，从以前到现在坚持玩怒队，我们都叫他大怒神。我其实刚刚打过，对，是完全打不赢。哦，对，因为他的基本功真的非常强，以前零二的时候就是都玩怒队这样。好了，对，谢谢你啊，皮线断左了，哦，凹了凹了，滚过去，超瘦身凹。有没有？一 T 反应太快，跳了起来。哦，一 T 不敢前逼，因为前逼会被大外哥。
陈平马上就爆气，依依害怕了。他怎么跳起来了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可能会被反应。有啊，可惜。糟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吃不掉。现在是打胜负冠军哦。好，依依已经拼牌了，赢了两场了，胜负冠军。结果依依还是使用了三个文号，这次选到三个女性角色，厨子、雪鲁米跟香妃。Seka 会用厨子吗？这代的厨子。厨子我觉得非常难。可是这代零二 UN 这代，我觉得改的还蛮有。他是变很强，但是我练不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他的连段就是要一直按。要木压的，对，木压系的连段。对，这对我来讲非常困难。可是我有遇过那种很肤浅的打法，就是只有翻转重脚，最后会很焦虑。对，应该只能对付路人吧？哦，对啊，哦，好反应，好反应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反应。因为刚大门的那个三蓝可以吃招，可是他先用一个力士一滴，然后再取消无敌的头，对，就闪过了三蓝那个衰气的时间。这是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技巧。你看这个推，这个推真的是人神共愤。对，因为跟这个动作是一样的，你看两个起始动作是一样的，所以起身就要拆推跟那个就是直接头。你看这真的，我如果跟厨子打其实也蛮强的，这个真的很贱。依依真的很贱，依依没有朋友。那重拳前逼推一下弄倒，然后再那个地的正追加。我觉得我有空可以练一下，对啊，朋友都叫我不要用香橙。香橙哦，香橙可能技术上要求比较没那么高吧，可能。对啊，就你应该要练一些更值得发挥长处的角色之类的。香橙算是比较强攻型的啦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像不知道我包这种比较偏烈火枪的比较适合。哦，终于要把厨子打死，这个没水准。哦，闪掉，会死，拽一塔，好的。好，恭喜一 T 目前是胜负冠军。恭喜一 T 没有朋友。打败部。第一场是。